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准备比赛开始。好，我们现在先拉住人，哇，两个人打的都是美人足球，今天比赛胜利，让我们共同期待。五，我刚数到四。多么执着的海象，你给大家表演排追飞呢？我说你有病吧，把吹管给他拿下去。不能气馁呀，起来。小妹，你把道具还给我。这么，由于看到海象失误在前，身边的女孩赢得本次比赛的胜利。接下来您即将获得由我们哈尔滨洗涤馆免费提供给您的一份意外的大奖——粉色气球一个。好，拿好，礼物，下一步。有一份礼物就在我的手里呀、啊！哎呀，想要得到它。需要回答我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你快速大声地告诉我，台上的动物是海狮还是海豹？海象。聪明，小哥你说什么？海象啊。第二个问题要答对的话，是小猴就送给你。主持人长得帅不帅？拉走。你好像知道我没有女朋友似的。小妹妹，你当真幸福。所以说有机会没有工作的动物来哈尔滨洗涤馆面试吧。哎呀这个下周该到啥环节了，给我暴风栓了都。一点准备我都没有啊。你给我下来。祥臣，是不是把气球给吹飞了？不是吹飞，是吹碎了。你说你得有多大劲儿啊，气球吹碎了。坐起来。下去。八点过去点电视剧回顾，乔峰降龙十八掌。要你！我也是江湖中人，一会儿你们别惹我啊！别惹我，我拍谁？脑袋疼不疼？给我抱上！当着大家伙的面，今天惩罚惩罚你，也让你减减肥。海象仰卧起坐，走。请。